是求出函数 y 等于2 cosn rx 减派加1的最大值、最小值与周期，并描绘其函数图形。因为函数 y 等于2 cosn rx 减派加1可以改写为函数 y 等于2 cosn r 乘以 x 减二分之派加1，我们可以透过下列流程画出其图形。因此函数 y 等于 2cosn rx 减派加1的最大值为2乘以1加1等于3，最小值为负2乘以1加1等于负1，周期为2分之2派等于派。